我们准备了一组想见你相关词语，需要一个人来比划，另一个人猜出答案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让我告诉你，一个好难啊！哎，有点难啊，第一个，你没看到？第一个其实有点难，看一下，就是看到了。哦，你是要给我一个看是吗？第一个有点难，第一个，第一个是三个字。嗯，哎，啊，哎。哎，什么？哦，看对眼，对，不错。哦，第二个是这样的，好好，就是，哈哈，然后两个，一个哭笑不得，对，哇，好厉害，这个就是，那这样好吧，几个字，三个字。哎喂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我这还不明显吗？打电话，对，想见你，跟节目不是有关系吗？就是第一个字是尝到了那个糖是什么味道？几个字你懂？甜，三个字，甜蜜蜜。对，好厉害，好聪明啊你！我很会猜。What？ 哎，这个怎么说？太难了吧？这个真爆掉！你应该挑战自己吧 ？Nope。是这样的，第一个字就是这样，第二个字，心意。哦，真的好厉害。厉害，就我俩现在是在面对面。啊，那想见你。除了一道题之外，其他的都。来想见你 ，get 更多精彩，我在百视 TV 等你，不见不散。